九类嘛，对不对？嘿，我冇看。哦，因为我拍上侪。拍上侪。拍你拍几年？嘿，没哦，迄种唔是做大了做重的。千外斤。千外斤。我买一磅千，那千几斤。上大粒的是千几斤哦。那千二斤。千二斤去。嘿。哦啊！迄时阵做做的时候，唔着拍足侪足侪迄种酒类。我拍足侪咯。台湾多迄落爆，几年爆年啊！都三十八斤，三九斤啦，我都拍三十一斤。啊，迄拢迄时阵咪拢足重，啊，恁拢石头拢往山顶。迄种去山顶拍拍，再再按落。石乃天地之骨，充满俊秀雄奇之貌。山区子民善于利用大自然最原始的素材来装点生活，只要走进山野名家，总不难发现石做成的生活器具。